找机会 Q 到后排兵，这样我们线就会先推过去。这铁男一看就是他要猥琐，估计想等赵信过来帮他。我们得抢个，还能不能上去打一套啊？打个黑暗手镯什么的？看老杨不这么给我们机会啊，有点不给机会啊，这家伙。赵信的龟头在下路露出来了，那我们这个眼贼点身上就好，一个 Q 112有点变态的。哦，夸张哦，赵信能跑到上面送塔了还行。要是我肉身还活着，我的惩戒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坏了，这就有点搞。还行还行，没事。被兵给打死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赵信还行。这疾跑好关键的，对，打铁人就要带疾跑，带闪没用，一抓就死。其实艾克要是再张一点，他可以再等一波，然后再抓。人家要死的呀，十八刀，他的 Q 是那么远的吗？很极限。他知道我要六了，真的假的？
可惜来了步兵，这就没机会杀他了。哎呦，凶凶凶！ 直接裹着去，直接裹着去。天啊，那 Q 放还蛮好的，六级喽，六级喽，无敌。我等我几炮还是可以跟他打。 先补刀，我们补刀很多。嗯，那方墩应该不会赢我吗？可惜。 连体，不然这波我可以修掉他的，这波我修到他之后就很好打了。太可惜喽，两个人吃一个塔，这铁男强吗？还行吧，对吧？主要是赵信那波来干扰很关键，赵信不来干扰，那波其实他已经结束了。别的事。 知道九宝公司，主要是咬人，他咬两波队友了。其实这波抓了他不赚，阿克曼分了他很多东西，抓了但感觉好像没抓，如抓。那我感觉这波赵信还要来上，把这补了就差个眼，差个眼点点，看一下。 我们的眼冷却很快，赵信在下面。他换血是没怎么亏。 好抓呀，艾克！你叫人，我也叫人，大家都别打一。W 回的多吗？他点的复苏，铁男一般都点复苏的，因为他点那个坚定没什么用。 再吃一次，要不阿克曼会不会来？应该是回家了。哇！这是赵信的图。 嗯，贪一层被杀也还行吧，感觉可以接受的。毕竟这个线过来会卡住，这十几秒我要能复活的话，也可以清完，对不对？买个真眼吧。
131，我操！喂，这么变态呀、啊！7级打9级啊，开个1级的4人。 关起来了，跑不掉了。喜欢我的 90% 减伤。 真的有点屌！哎呦，这咣这一下呀！ 走吧，阿克曼要来，我还真来了，他不知道我的技能。哎，阿克曼没看到，有趣，真有趣。 哥哥真眼泪牌，这个我还差一层就点满了。11级，等级有点高。他可以闻到巨人，但他那个显示。 我这感觉好像那两下可以点死我。我操！不要命！不要命！我这凭什么？他站在那里等我打他呀！ 他站也等我打他，铁男玩着玩着0-4，他没带点火，我感觉你要玩铁男，那不直接带点火，带 TP 好车没？我操！鬼！ 他的 damage， 我日！难怪这么多人爱玩哦。主播要说句“哇靠”，真的是“哇靠”，你懂吗？
保一下的金克斯，那奥克曼可能在附近。带点他抢数值，确实。 哎，我想吃一层超书籽。我妈，这哎呀，我这星虫没出来，哎呦，星虫出来就杀了。 哎呦，我的星虫呀，兄弟们！主包的星虫没出来，可惜。第五次攻击造成199，主播的星虫没出来，我这波下来好像没叠到多少，挺烦的。 哎，我的二塔，我操，坏了，我的二塔没了，我少吃了点经济，这么恶心，这是一个大，我操 ，legendary， 被追着 A 了。 是阿克桑阿克曼，<笑>这把好看是吧？我现在跟铁男骑士他开大还是打的一样是五五开，主要这英雄确实太夸张，伤害很爆啊，伤害。 搞定，十四级打11级。W回调应该不会，应该是不会回调。 我操！直接被秒了。
大蝙蝠加了多少攻？301了，挺高的。我操，他们杀疯了！拿下，兄弟们，让你们关注。这阿克曼什么情况？我打得这么痛啊！我。